站在民权西路，然后现在要转车，就是到中山国小一站也很近。然后那个面对面的店面呢，在中山国小，然后具体在门口在哪里还不清楚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。那我们待会再面对面见喽，拜拜。由于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所以呢，出口在哪里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就是碰碰运气，看哪一个门口最近的，对，然后就往那个方向走。吃饱饭了，对，然后现在呢打算去搭捷运去宁夏夜市走一走，再看说有什么东西小吃吃一点点，然后就是其实蛮开心，就是有机会在台湾吃到板面，因为我是非常非常的爱吃面，就是面食族，就是一天三餐都吃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这一次真的能吃到板面真的是觉得好幸运。然后呢，就是关于刚刚面对面的味道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整体上是还不错啦，就是价格平均在于150吗到160之间，对，然后每路的话是一杯100，但我是觉得说它的味道就是有点差那么一点点，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差那一点点，所以我当时候我有就是请他帮我加让他味道再咸一点这样子，但是就是对于说在台湾留学的留学生们来说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念马来西亚的味道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建议你去吃。那对资讯我再把它发在下面，因为我也是就是从小就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马来西亚长大，所以就是过年的期间，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暑假的时候才会回去马来西亚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呢，就是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回味一下马来西亚料理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实在是太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跟一切了，所以很开心这一次能吃到。
去搭捷运的途中了，然后就刚好路过家乐福，然后我就索性也进去，然后去买礼拜一下一周的早餐的材料，就很刚好，因为原本想要去，但是就觉得说不需要特别去，就刚好有经过就进去了。那我们现在真的要去搭捷运了。偷偷的宣传一下，耶！谢谢 follow。嗨，我刚刚去完买文具了，然后呢，现在要回去山上了，然后。等一下要开始做报告，对，然后顺便剪一下片，就是今天的片。那我们下一个 vlog 见咯，拜拜。